跟着我小声一点啦，我老爸妈在睡觉啦，餐具在这边。我去拿。在干嘛啦？你更大声好不好？你在会吵醒到他的。你才是你。这个。疼痛。哎，有动静。莫非我们去找他？好，走。哎，不是，他就在那边用走的好不好？哦，没办法，走。老大大，早安！您的制服我们帮你准备好了，您的早餐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，甚至啊，我们帮你准备好了解酒汤，请老大大起身准备上学喽，请。老爸爸宿醉隔天喝点热汤。昨天晚上你空腹喝酒，今天哦一定要吃点东西垫垫胃。对啊，不然你会胃食道逆流。胃食道逆流是怎样？胃食道逆流就是喝咖啡吃甜食，好不舒服，好不舒服，大概这个感觉。这很难清哎。对啊，我上次还一个皮蛋瘦肉都出来啊。对啊，你们两个确实一点。是没看我头在痛。他赶快用，赶快用，赶快喝，赶快喝。你拿什么？昨天晚上老大交代，今天一定要帮你准备解酒汤。麻烦你们，明天早上帮他准备早餐、解酒汤、运动饮料，一定要在他起床以前。你们最近都要学测了，不能让他宿醉去学校。是，老大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就写了这封信，要给你。他人呢？你自己看，看了就知道。老大，你跟小苹果的事情我不再过问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上一代的确有恩怨，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化解，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让下一代跟着我们受苦。所以一切就到我这里为止就好。老大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要丢下我们啊！你们不用跟着我，我们家老大拜托两位。老大，谁在一起都不用顾虑我，短时间你也不用来找我。考试加油，老爸。所以呢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叫我们不要跟呢。他说：“如果你要跟小苹果在一起，就去吧，不用顾虑他。他是真心祝福。”没想到爸竟然为了我。爸，谢了。宝贝啊，真的不想让爸爸送你去学校吗？还是我叫小李啊，我们一起送你去学校好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宝贝啊，别为了一个男人啊，把自己弄得垂头丧气的。
这样不值得啊。阿B，我真的没事，就希望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吧。小苹果，你一大早来我家，到底要干嘛？你不是不要小苹果了吗？伯父，我是真的喜欢小苹果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一定要跟小苹果在一起，不管谁来说都一样。我是绝对不会改变心意的。你说的很简单，你父亲不是极力反对你们在一起吗？而且那天你还放着小苹果不管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啊？让我的小苹果跟你在一起啊？伯父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小苹果是真心的。口头上说的承诺啊，谁都会，你要拿什么来证明？你把我们家的小苹果弄得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他以前买东西都会很开心的，现在买再多的东西啊，都开心不起来了。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啊！我一定会保护好小苹果，一直疼爱他，不会让他受到委屈的。小薇。小苹果，我是个商人啊，你说的承诺太过于虚无缥缈，在我们这个行业啊，这个叫做空头支票，随时都可以跳票的。此刻不再寂寞，于是现在的我只想要守候。这是考学测，我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，让伯父看见我的决心，所以请伯父放心的把小苹果交给我，拜托了。爸比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不管是谁反对，我都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们永远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虎兄，谢谢你愿意成全这两个孩子。